抢下抢，我也先干，哈哈哈！我死了，我死了，我死了！我死了，我死了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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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每天早上婆婆她都会给爷爷送爱心早餐，一个馒头，一个包子，一块钱啊。选点哈，姐姐。重庆的山上采的，那个吃起来滑滑的，很好吃。昨天在山上采的，哎，很嫩，8.1，收你8块钱嘛。撑点不嘛，美女。42，来42，对，马上。哎，好，10块钱。那会儿山上出来了，对，有时间可以去采，慢慢走，美女。给我你多年以后，让我紧的手。那个很嫩，太便宜了。2.8元已经是很便宜的价钱了。那个采起好辛苦哟，那虫卷儿，野生虫卷儿，13块钱，亮亮，找你2块。好，慢慢走，亮亮。虫卷儿，好吃的虫卷嘞，山上采的，8块。来抢抢抢，我也选点，那个亮亮给你买空了呀，那一包15块钱。好。婆婆，你不在哪？开公交车。在，开公交车去啊。婆婆，你啷个恁个便宜卖呀？那会儿都卖不起价哈。但是也太便宜了呀。刚刚好的斤，26块钱，26块钱都是26斤噻。你不辛苦呀？你做起。嗯，而且他都比较有卖的噻。买虫卷儿，新鲜的虫卷儿，山上采的，野生的虫卷儿。昨儿在山上采的，你选嫩的嘛，那小朵的都超级的嫩。8块钱一斤，便宜。还有那种小朵的，刚好6块钱。哎，好，刚好6块。来，师傅，慢慢走哈，师傅，我给你舀一斤哈。好，要得。买虫卷儿，野生的，四块，来找你4块。叔叔慢慢走，八块钱一斤。哎，野生的那个好吃很。吃点海椒不嘛？娘娘那个海椒安逸。啊好，5块钱，哎。趁着那个姐姐的嘛，慢慢走，两位。今天是下雨天，一到下雨天，我们那个地方的菜都不好卖。你看那里摆好多菜哟。哦，真的，你有看你捡那个就好难捡。你今儿买啥子嘛？红烧点儿啦。啊。也是你山上采的虫卷儿，8块钱一斤，都是那个价的嘛，8块，都是那个价。山采的松树里头采的虫卷儿，牛肝卷儿，是不是？真的，你看我们的视频嘛，我们在拍视频，是新鲜的啊。我们也有大哈。
谢谢你，你下过村了。真的是我们昨儿去采的，采了一天到天。五斤，刚好五斤。我的五斤，月收了100块钱。儿，我给你写袋子。好，谢谢你照顾。又到了最开心的时刻，今儿卖了有110块钱，收摊收摊回家了。啊，卖完了。耶，谢谢你婆婆。哎，谢谢你婆婆。好的，哎，你快些，你卖哈。你卖嘛，我钱一分不好，你不要这么说。卖完了，哎，卖完了。哦，好。你快死你卖。卖的卷儿，卖的8块。哎，卖完了。